满足。接下来这首曲子呢，是由双响笛与钢琴所演奏的《行板与和弦曲》。在前面行板 andante 的部分呢，是有舒缓且流畅的感觉。那到了后面呢，和弦曲的部分呢，是充满着 hungry 的感觉哦。哦，我是很 hungry， 没错啊，可是我不想要 hungry 啊。我是说 hungry， 我是说 hungry， 是匈牙利的意思。在后面和弦曲的部分呢，是充满了匈牙利的感觉哦。希望我听了就不 hungry 了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由长笛、李之贤、曾毅宁、钢琴和信玄所带来的《土乐双长笛行板与和弦曲》作品25。